我们终于收到必安送来的 VIP 礼物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了。它在这里有一个必安的符号，然后这边有必安的花纹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它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有点难开。然后用暴力。直接从这里开好，我看一下这个滑板。难开了，等一下，需要用到刀子。好，可以，开膛破肚。哇，不错哎！虽然我不会丢滑板，不过这看起来真的是蛮不错的。它上面。就是一个必安的标志，那下面呢就是有必安的花纹，看起来整体的质感真的是蛮好的。不过这个真的是舍不得丢了，我觉得我会把它放在有一个挂钩，然后放在墙壁上，把它这样可能这样放着，然后挂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还有附什么东西，它还有附一个可以把它转开来的东西。这应该也是调螺丝的，或者说调轮子的。不过我个人是不会丢，不会丢滑板，所以我是不清楚这个的用途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这样转开之类的，这样子，然后转开。哦，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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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真的蛮酷的。好，那之后。有什么周边有趣的周边开箱，我们也会放上 po 影片，然后放上网络给大家看。那如果有交易所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回馈给各位的话，我们都会在直播的时候抽出完全免费的周边给各位朋友们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